按760、765、766、哦、那主要、哦、在里面的核酸 PCR 的检验因采106人，那因为有两人、哦、还在国外还没有回来、哦、所以这有两名是要带着，按760、765、766、哦、那主要、哦、在里面的核酸 PCR 的检验因采106人，那因为有两人、哦、还在国外还没有回来、哦、所以这有两名是要带着，一个然后今天晚上就会回来，那回来我马上就会再采验。那阳性里面、哦、当然只有三个人，就是大家知道就是765、766跟771，好，那阴性的是101人，好，那已经这个该采的这个104人都已经采完了，还有两个还没采。那血清抗体的啊的采验的抗体的检验，那阴采99人，好，那阳性的一人，好，就是765，好，765按他在好他的血清里面抗体的反应是阳性的，好，那阴性的95人，那一人还在检验中，那待采检就刚刚同样的那两个人，因为还在国外，好，所以还等待采检中。